现在克罗地亚的首都，等一下我去参观这家博物馆，它曾经得过欧洲最有创意博物馆奖。克罗地亚的货币是人民币差不多的，是跟人民币了。真的 ？Can I share the video here? Thank you. Oh, thank you. 这个博物馆全是故事，不过里面太安静了，后期还是配音算了。1988年的夏天，他从秘鲁来欧洲旅行，我们是在一个小城市认识的。没过多久，我们就在阿姆斯特丹又遇到了对方，然后我把他带回了家。我们这里生活了快两个月吧。突然有一天他走了，还给我留下一张纸条和这个小雕像。他说这是他专门从秘鲁带来的礼物，他希望把它送给一个在欧洲遇到的新的恋人。可他不知道的是，我曾经打开过他的背包，发现他有一个塑料袋，里面装了很多这种小雕像。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我们在一起生活了300天，可能真的太久了，所以在他消失以前，他把他的手机送给了我，这样我就再也不能给他打电话了。我和他是在一个周六的嘉年华认识的，他在茫茫的人海中突然出现在我面前，还穿着自制的超人装。我问他，你的内心是不是跟你的超人装一样？他说，你试试就知道了。我的确试了，这一试就是7年半。可惜他始终觉得我不是他要找的那个女人。当我们在一起第3天的时候，他传染给了我口腔疱疹。分手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在人群中遇到了，我指着我嘴上的疱疹，当着很多人对他说，这是我唯一保留这里的东西。其实我心里想的是，这是唯一能让我想起你的东西。因为每年疱疹复发的时候，我都要在嘴上涂药膏，而每次涂药膏，我都会悲伤地抚摸着我的嘴唇想起他。这封信大约是在1969年收到的，来自一个跟我约会的男孩，他要去参军了。尽管这是一封充满希望的信，但是我们都知道分手是不可避免的结局，我们可能再也见不到对方了。这封信我保留了48年，我们真的再也没有见过对方。你可能会觉得这很疯狂，我19岁的时候从美国搬到了意大利，他在佛罗伦萨的一条街上一直跟着我，他很帅，而当时的我又正好很寂寞。我们从2014年的1月左右开始约会，刚开始交往的2周，我发现他对自己的工作好像没有跟我说实话。我的朋友也提醒过我，说这是一个警告，可惜我没当一回事。过了半年，我们在佛罗伦萨结婚了。过了4个月，我发现他原来是个毒贩子，还跟各种女人鬼混，居然还偷我的电脑卖钱，从我的钱包里边拿钱。从此我不再跟他有任何瓜葛，让他从我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我们的这段关系最美妙的时刻，就是我穿上婚纱和婚鞋的那一天，那天真的很完美。我们俩都是天文学者，在我26岁生日那天，他送给我猎户星座中一颗恒星的光谱作为我的生日礼物。这颗恒星叫做派三，它跟地球的距离正好是26光年。他说，你看，在你出生的那一刻，就有一束光从这颗恒星出发，它穿越了漫无边际的星际空间，穿过了数不尽的尘埃和星云，经过了26光年，终于在你26岁生日这天跟你相遇。而我跟你也在这里相遇，那个时候我只能听到自己心动的声音。虽然我们已经分手了，可每次看到猎户星座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起那些甜蜜的回忆。我们刚开始约会，他就谈论着想让我为他编织一件毛衣，所以我买了些好看的毛线。他的要求一直在变，水手领，哦不，半开襟的，要灰色的，不，碳灰色的。我并没有打算在他想清楚到底要一件什么样的毛衣之后再开始编织，因为他一直都没有想清楚。我们在一起幸福地生活了3年，突然有一天，他因为一个学生甩了我，那个学生比我小20岁，
所以我搬了出去，带着这些毛线，在我的新公寓毛衣完工以后，我和我最好的朋友把这件毛衣挂了起来。我们发现我在编织的时候其实无意交织了很多细节，竟有如此多的象征意义。它正面看起来不错，但是背面乱缠在了一起，就像他的心从来没有在一个正确的地方，让他的想法变得模糊不清。六个月前我将毛衣取了下来，因为我那位朋友在网上找到了这些博物馆，我再也不需要它了，希望你们喜欢。1985年的夏天，我去参加夏令营，他是夏令营的老师，那一年我14岁，他的年龄是我的2倍。可能很多人看到这里就会觉得恶心了，或许你也如此，我可以理解，因为我们的关系在年龄和社会地位上的确有着难以宽恕的鸿沟。是的，他犯了法定强奸罪，心理医生和辩护律师都把我称为受害者，而这几十年来我也在妖魔化他，否定我们之间的感情。当我自己的小孩快14岁的时候，那些记忆又浮现在我脑海中，我重新思考，决定选择原谅他，30多年的心结也终于打开了。那段经历给我带来了永久性的心理创伤，虽然有一部分的创伤是来自别人的眼光，也正是这些言论使我长时间受到伤害，封闭自我。我最近通过网络找到了他，我们都已经是中年人了，也跟别人组建了家庭。我们聊到了那年夏天的事，的确还是令人难受，但同时我们也在相互治愈，跟别人所描述的不一样。我们的故事里其实并没有可怕的怪兽，只有我们，那是我们的青春和迷茫，我们的寂寞和陪伴。在那个时候我们只是做了自己的选择，不完美，但那是真实的我们。我和他是我第一次跳伞的时候认识的，当时我非常害怕，但这个帅气的男教练平复了我紧张的心情。后来我们相爱了，我也喜欢上了那种在天空中翱翔的感觉。再后来他死了，死于一次跳伞意外。That is why your hair is so short. Mommy. Why mommy cut? I want very big for school. Yes, very big for school. School us like this though. September. Good, good. Good, here now, my own hair is my ear. This is my ear. Yeah, I love my hair. 爱丽丝这里是那个瑞士的小学课本，长得一点不像个课本。OK。Right way. Here, my this us take yeah, take it take school home, take school home. 哎，哎呦，啰里啰嗦的。I have here shoes for school. 哇，鞋子。鞋子。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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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Yes, 这个小孩子的可塑性都是很强的，现在很能干了，洗碗了。Good, harsh. Goodbye.